印太睦邻非常的重要，所以睦邻的外交，睦邻的外交里面，我们把外交的重点从新南向的国家的策略扩展到印太国家，跟美国跟其其盟邦来并肩作战，以睦邻政策强化台湾跟印太地区的连结，实现自由、开放、永续跟韧性的印太愿景。啊，这也是现在我们在印太地区，包括去日本，他也是强调开放、自由、永续、韧性的印太合作的架构。所以我们要用这样子开始涵盖我们的经贸互动、人才培育、区域永续，还有透过区域成员的联系上，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一个伙伴关系。所以印太地区是我们在新南向的下一个阶段里面，我们要慢慢的、逐渐的扩大。所以我也在行政院成立一个印太愿景办公室。